高屏地区艺术线上教学，一群大学生以及研究所的学生和小学的学生们，因为艺术结缘，变成了忘年之交。艺术陪伴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直播间，这个学生之后从后面那个直播间看的话，这个背景就会觉得很可爱。双机直播加上一机侧录，还请来导演指导。画面比较宽啊，就是跟你拉近一点。好，那就来吧，三、二、一。那我是你们今天的老师，我叫大山老师。这是文藻外语大学艺术陪伴 USR 计划，与高屏地区的国小合作，陪伴有需要的孩子。借由艺术的部分，我跟他们沟通，了解他们的需要。对，就是不是就是只着重在学科上面。线上同步课程更由志工一步步带领作画。两个人，他骑在孔雀上面。哇，那你为什么会想要配那个颜色？因为那是我喜欢的颜色。你们喜不喜欢月亮老师？喜欢。他们一边的是学习者如何的去创作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学习到我们这些老师们传达给他们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对，还有一些像生活上的一些知识。志工多半从大学就投入，升上硕班依然是固定志工，与学童感情深厚。跟他们聊天，听他们故事的那个过程，这让我觉得我是收获最多的，因为我可以感受到这个社会上面其实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些小角落，一些小故事。艺术陪伴着小学童，也滋养大志工，从中相互成长与成就。大爱新闻陈怡珍、郑若平高雄报道。